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谢谢瑞的掌声鼓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那个我爱吃这间泡芙，爱吃到我之前本来想去这间泡芙店打工，超夸张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要来用看日本教的，就是要反着吃，就是你要这样吃。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。突然觉得有点恶心，你没有东西吃，谁管他？就算放弃，你也不会放弃。买一些棒棒糖，妹妹请我吃，是妹妹请我吃的、啊，嗯，因为我因为那时候因为是妹妹付钱的，对，真的是她请我吃的，我还没给她钱，对。嗯，那个皮好脆啊！它水果很好吃，可是太甜，我没有很喜欢。你没有听到吗？那个皮好脆哦。嗯，超满满的馅料。超好吃，你们一定要去买。什么？也太贵了吧！我跟你们说，现在百货公司有周年庆，你们赶快去买。马卡斯基，太贵了。嗯。